talking in my sleep at night, making myself crazy.喂，干嘛呢？复习呢。哎呀，好无聊呀。要不要我们出去逛逛街？正好给你看看我新学的妆容。算了吧，马上考试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新买了个镜子，在小摊上淘的古董，挺好看的。呵呵，你也赶紧收拾心复习吧。哎呀，你肯定能考好的。我现在还担心，要是以后我没大学上怎么办呀？不做题能有大学上吗？那你说，有没有可能我可以先看到题，这样没复习也能考好了？大姐，算我求求你了，别做白日梦了。有这功夫我都做好几道题了。哎呀，不说了，我先继续复习了哈，拜拜。哎，快把音乐关了，看书吧。知道了吗？有谁能帮帮我呀？镜子，镜子，你能告诉我明天考什么吗？镜子，镜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明天考什么？才三周都换了两副眼镜了，你也别太辛苦啊，保护好自己的眼睛。好，知道了。镜子啊镜子，你到底是想害我呢，还是想帮我呢？求你让我考上一个好点的大学吧。喂，你最近厉害呀，比我成绩都好了。想当初我要跟你复习，你还不肯呢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呀？没有啊，哪有什么秘诀？你看我眼睛，现在都成这样了。也是，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呀？那好吧，高考咱都加油哈，拜拜。嗯。镜子啊镜子，你能告诉我高考试题吗？赶紧起来，你被录取了。妈，你把灯打开。别吓我啊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我好像看不见了。